起床了。先来洗把脸。来吃个早餐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来订个蛋糕吧。喂，老姚有什么事吗？我在你家门口，快来给我开门。我知道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过生日。快进来。我去换衣服，你等着。我画好了。不错不错，真漂亮。走，我们去拿蛋糕。回来了。好累呀，先把蛋糕放进冰箱里吧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是来祝你生日快乐。你们对我真好，那我先去拿蛋糕了。拿过来了。我希望能快点涨粉，祝我和粉丝们长长久久，快快乐乐，希望能得到粉丝们的祝福。大家吃蛋糕吧。